前段时间，吴哥在无锡潜入了电影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的剧组，探一探屋里丽影大妹子的班。要知道，这一回丽影妹子演的可不是什么傻白甜小妞，而是霸气冲天的女儿国国王。现在是上午10点多，赵丽颖离开了酒店，应该是往片场去了。到了片场，赵丽颖换上了女儿国国王的服装，头上戴着小红帽，帽子上还插着根羽毛，身上穿着白色薄纱上衣和露出一小截小腿的纱裙，还捆绑着比较复杂的民族风情配饰。这扮相和五个童年记忆里的老版《西游记》女儿国国王差别可不小，多了几分俏皮，少了一些矜持。再看丽颖大妹子身边扮演女儿国侍女的女演员们，身穿露着半边肩膀的短袍，看上去非常性感艳丽，似乎更适合动作打斗，不像普通宫女。看来这果然是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国度。当天拍摄的戏是赵丽颖扮演的女儿国国王见完唐僧之后返回王宫，侍女问她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，小颖回答说自己看到男人了，那就是男人吗？自此堂堂国王又开启了花痴模式，一边在头顶比划唐僧的身高，一边高到人家的大眼睛、双眼皮和高鼻梁，弄得丫鬟怀疑他是中了妖法，大喊起来：拍摄间隙的时候，导演突然抱来了一个雷人的家伙，看上去像是南郭先生吹的鱼，又有点像巨型水烟斗，还让赵丽颖当场试吸了两口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刚才侍女忙着召唤要给赵丽颖驱邪的银狐。赵丽颖和身边的两个女演员都觉得新鲜，凑在跟前看了半天。在赵丽颖不远处有一个和她打扮一样的女生，是她的替身，不过大妹子们可以放心，这位替身倒不是用来抠像的，只是赵丽颖休息整理服装的时候替她走位置。这一场戏反反复复拍了一天，拍到晚上10点才收工。每拍完一条，丽颖大妹子都要凑到监视器前看回放，表情非常严肃，看样子对自己的表现还不太满意。不过这场戏走了4-5遍后，赵丽颖和搭戏的演员似乎有点混熟了，开始混在人群里和大家一块儿嘻嘻哈哈，恢复了呆萌本色。话说吴哥这一年跟着丽颖大妹子在片场浪啊浪，眼瞅着屋里颖宝从小荧屏跃上大银幕，事业越来越好，这可应了那句话，怎么说来着，爱打拼的女孩子运气总不会差，各位大妹子们学起来呀！五哥在这里祝大家鸡年大吉。